们今天来到的地方是哪里呢？卡卡爵 ，Let's go！ 呀！小咖觉得每年都会出联名的咖啡杯，那今年的是什么呢？让评论来揭晓。看到了。这个有得到那个你看你这个有得到金质奖，很好喝哎。他们都会拿着杯子，可能甚至都还有专业自己带杯子来，就是每一摊。然后那边的摊位的人都会就是现冲咖啡让你喝，现喝，你可以喝每一家。你看现在我们看到这后面每一摊都是咖啡，然后都是很好喝的咖啡。大家来这边真的是很好，可以讲有口福。好，你可以讲了。好，现我们现在在一个咖啡后面，然后妈妈刚才也喝了一杯。你闻的时候，闻的时候就很有味道，对不对？很香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养颜美容的。哦，好。觉得如何？里面这个籽啊，也因为这个香草醛的关系，它也会香香的，需要人工授粉，一朵一朵的授粉。哇，是每次香草冰淇淋的那个味道吗？一杯都有不一样的口感跟风味，还有香气。这一个柠檬要特别讲一下，这个台湾山柠檬的维他命 C 是一般的30倍，不酸。有一个特殊的那个对果酸味，特殊的果酸味。在入口处的地方会有两个透明的货柜，其中一间呢，这一间是惠生咖啡。那惠生咖啡其实它就是台湾有名的，都是专产台湾的咖啡豆。然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的咖啡豆可以选择。这是台湾咖啡必，就是必处理的，很好喝。
觉得大家来这边很适合来这边带着小朋友啊，全家大小来这边走走逛逛，喝好喝的咖啡，买好吃的巧克力，然后欣赏好玩精彩的表演，对，大家都获得满载而归。那希望大家来这边，像我，对这个南投巧咖节的活动期间呢，到11月初，所以大家还有机会可以把握最后的平日假日来这边哦，跟大家说拜拜喽。